您是否想学国画，但由于画画工具多，不好买，不好带？您是否想过要参加一些培训，但又没时间，或者培训费用太贵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套龙绘宝工具箱，方便您画国画，学国画。龙绘宝工具箱包括14种21件国画工具，现在订购赠送国画技法大全，包括多位大师实战视频，可以满足从初学到专业大师的各种需求。套装外部采用中空吹塑工具箱，长47厘米，宽33厘米，厚11厘米。龙绘宝工具箱采用加厚型吹塑材料，实现所有工具定点定位存放，抗摔防水性能好，保证全部产品安全到达您的手上。人性化铁手设计，方便携带，内部包括全部毛笔十支。其中1、2、3号提斗笔各一支，大、中、小、白银各一支，花枝翘两支，小衣纹两支，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情况下作画的要求。螺纹燕一个，青花小笔洗一个，笔帘一个，笔筒一个，墨汁一瓶，刻花正尺大码两件套，七座的笔架一个，书画毡、调色板各一个，整套产品齐全，整体重量约4.5公斤，是国画爱好者的首选套装。随工具箱，我们会赠送国画技法大全移动硬盘版教程一套，全套教程至目前。还是培训教师，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，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技艺技法，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，总时长超过5000分钟，分为人物画、花鸟画、山水画三大类，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工笔和写意画两小类。无论您是才入门还是精通国画，这套龙绘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。请登录龙绘宝网站 www.66a9.com 或拨打400-025-0645订购吧。就是有一本《一列飞鱼》啊，是红的，靠近里面啊，靠外边的飞鱼呢，一列飞鱼有几个呢是墨啊，就是黑的啊，深黑的啊。这是大腹鱼，背部羽毛啊，这部分呢也是朱砂的啊。我们先放一点水，这样便于将来好展开啊。这个是四面展开啊，中间深，四边浅，染成一个半球状的体积。
这个绑拐子啊，稍等干了再分染啊，现在急了一点啊。下面呢，这个尾羽比较长啊。野生墨多一点啊，还是这样啊，溜边。像勾线一样啊，把它勾下来。中间重，两边呢多出现浅啊。这个因为在这个底下啊，所以这边也是深的啊。到下边啊，逐渐浅啊，虚。中间深啊，到尖上逐渐的也虚了浅了啊。依次啊都是这样染下来啊。这个雌鸟的这个反啊，尾巴的反面啊，尾巴的正面啊，这露点红啊，用浓墨来染。下边呢用淡墨啊，用浅淡之墨啊，因为它这个颜色是朱红啊，不是朱砂的啊，浅。淡多了啊，一般的尾尖时是吧，这个上边跟尾筒接触这边虚啊，这边虚浅了。下一步骤呢，我们要调出朱砂来照染啊，红色羽毛部分用朱砂来照染，还是用两个笔啊，用一个水笔来烘开啊。染上面的时候呢，边上留一点啊，边上留一点，留这部分呢要用水笔啊给它烘开啊。先比如先到这儿啊，先到一个啊，算一个阶段啊，这周围呢把水啊把这个颜色逐渐烘开，就是软毛部分啊，这个软毛的部分要烘开，有轮廓线的地方啊可以不烘啊，就是羽片啊可以不烘啊，软毛的边上烘一下啊。下边接着尾巴，
头这稍微的啊，也给它染稀一点啊，到尾尖的地方上颜色比较浅了，也薄了。照染一下啊，用中墨啊，一粒飞羽从下往上照，前面我们用赭墨和白粉接染啊。这个前胸部呢，用赭墨啊，调一个赭石啊，淡赭墨，还有一个白粉，两个笔接染一下啊，用赭墨啊和白粉接染啊，这个也可以用啊，另外纸帮着啊，给它接匀啊。这部分比较小，看不太清楚啊。我们用的瓷鸟这个来可以染一染啊。瓷鸟就是从这部分啊，赭墨用这笔啊水笔来帮助它分染，到边缘部分啊，白粉啊接。掌握着啊中心啊和边缘的这种衔接啊，让它拥有一种啊中间深边上浅造成的有种立体感啊。和墨啊也好好的啊融合起来啊。下边围筒这部分啊也是。白赭石和白粉啊又融合，但是又有层次啊接染。下边我们染眼圈啊，用用石青也可以啊，用这个花青加白粉也可以啊。用这个颜色呢画两个地方啊，一个是眼圈啊，它地位比较小，我们可以平涂，另外呢嘴啊，它鸟嘴上啊发蓝，那么把这个花青粉啊放在它的亮部啊向回分染，靠上边啊，刚墨染就靠下，这个呢靠上啊染过来。这个舌头啊，现在呢调一个舌头的颜色啊，用白粉、藤黄、赭石，再加一点啊朱标和曙红，颜色呢比较丰富啊，接近人的皮肤的颜色啊。从舌尖点，舌头不要太长啊，有一点就行了啊，然后呢后边啊往下一带啊，里边啊加糖，里边呢逐渐变浅啊，加粉
是虚了啊，这样。下边画眼睛的四周是赭墨啊，这个稿子呢眼睛是先点了啊，应该是后点眼睛啊，这个眼睛周围啊是赭墨啊。因为最后再点眼睛啊，这个稿子当时为了给大家看的，先点上去啊，最好是最后再点啊。下边收这个腿啊，俯肢和腿啊，第一步也是啊，先用这个花青白粉啊，调花青和白粉。用花青白粉点白腿点出来啊，然后用深花青再来点它的鳞甲啊，这腿从这儿出来啊到这儿啊，一笔成形啊，点在这儿啊，这是俯直啊，然后后直，这个呢要把这个竹干先染了啊，这呢分前面去了啊。勾线的时候啊要有力啊，然后比如说四指啊转过来，三指长一点，这等干啊干了以后呢，我们再给它点鳞甲啊，这个也露一点，一指啊，一指后指啊，然后它这边露的呢是二指啊，三指，等干了以后再点鳞甲啊。现在呢我们调一个啊曙红加墨啊，用它呢来撕毛啊，先撕啊二三类飞羽啊，把羽轴啊还有它的轮廓要重新勾一下，因为朱砂呢它比较有点不透明啊，覆盖了一部分，把这个轮廓把它再勾一勾啊，然后呢就勾着羽枝啊，羽枝的颜色也可以浅一点啊，稍微加一点红啊。